臀，横短撇长，竖画起笔要超过这个撇，起笔要轻。勾上去，横画，往上面靠，上紧下松，把这个空间留的大一点，高低错位，叉，第一个撇短一点，横撇略微长一点，点往上面靠，下面空间大，竖勾。要垂直勾上去，点也往上面靠一点，右边这个立刀旁这竖应该往上靠，要短一小点，竖勾要写的长垂直，勾上去，高低要错位，这脚在笔画中间，玉口字旁要小一点，提不要超过横的收笔的地方，横不要太长，撇折顿一下往上去，这个横要往上面斜，注意我们看一下，要突出这个斜勾，斜勾要长一点，顿一下，撇，提笔离这个横的收笔要近，这边的话要抱团，突出这个笔画，高低错位，斜勾要长要细。乐，先斜中间这一部分，不要斜太宽。要窄一点。两边的要离中间的白要近，挨得紧粗点，不会散，这个横画要长一点，相对要细，竖勾在白字正下方，勾上去，点往上靠，往竖勾这边靠的也近一点，往中间往上